大唐 KS 点南国雪，哎，这不是主播吗？最近有点飘呀，这小子。不过他还是长得有点帅啊，游戏还打得好。上个月还是手抽6000呢，没关系，今天让我北国雪来会会他，好吧？一个非常独特的回字阵，对，独特的回字阵。首先飞飞艇，好吧，飞飞艇出援兵啊，我们飞到投石的一片。哎，有两黑雷，这个老六，我去！哇，这咋办呢？这能不能？哎，小雪怪还能进去干掉连弩，那也行啊，那这个结果还能接受啊，只是援兵没有引出来，好吧？我们上面下蛮王，我们让我蛮王再骗出另一个狂暴塔，对，你把这两个狂暴塔骗出来之后，那这个阵型的火力就会小很多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这个援兵还没出来呀，怎么是弓箭手啊？我去，他不会是50弓箭手吧？有点东西呀，这个阵，感觉女王要在这边暴毙了哈。那这个受不了了，直接跟慢一只滑，赶紧帮女王防一下伤害呀。当年又单头又说到女王了，我日啊！这援兵还没出来咋办呢？又说在狂暴，在冰柱单头。我去，弓箭手加哥布林，哎呦，这家伙有点东西，这是最强援兵啊，但是不怎么地，好吧，哈哈，在北国雪的面前，这些都不堪一击。来金身 ，OK， 爆本一瞬间给金身，对不对？后面的话就算吃毒也没关系了，满级治疗书卷了，随便拿捏好吧。后面还剩什么？还剩一个霸霸塔，对，谁过来把霸霸塔摸一下？都不过来嘛，女王会过来没关系，根本好像要玩出去那边了。一个小小的爸爸塔还能超神吗？减速啊，一剑、两剑、三剑、四剑、五剑、六剑、七剑、100剑 ，OK， 来，抬走。打完怎么4个王子满血啊？女王的话，天使应该能奶满血吧？天使要不要来下女王呗？来下女王就完美了，四个王满血，对，打完。南国雪这个阵呢好像是有点东西啊，但是东西不多，好吧，在我北国雪的面前那都是不堪一捆，直接给我坐下，就这渣渣回战。